Hello，听到声音吗？为什么会没有音乐啊？工会现在有84个人，还可以加多6位，所以现在开放给大家，先到先得，快点去抢，快点快点，37140。今天没有打讨伐，今天打讨伐战吧。
想加我可以啊，我把 ID 打出来先。画面会写视频格式不支持，是什么东西来的？不明白。没有音乐吗？是吗？这样应该有音乐了吧？听得到吗？这样应该有音乐了吧？
是不会手残的。这手机都可以看直播了吗？留言都是会延迟的。如果卡的话，就把画质调低一点就可以了。今天应该不会像上一次这么卡了。今天是电脑的问题。凡事都要有哈味。
应该朋友买了吧？我觉得。发现是删除，删除，1月1日删除，什么都长草了。继续打他发送，看我讲死，什么破讲死？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哦，怎么了？我是外星人，来自火星，火星跟水星混血。到底在干嘛？GG 有些人喜欢，有些人不喜欢，因为 GG 有一种G味。还剩下4分钟。
接把你送回老家。啊！为什么没有天降？有一种居居的味道。带什么给我？想带一个成就与成就，不知道成就是什么，等我拿出来吧。先放一个 M 字头 ，M 字头这样。好久已经买了差不多三到五的那三个，十多天了已经买了，分钟，倒满一种大味，让地狱有一种欲味。点两次，股神他就会跑下面了。点上去又是跑上面。It's 10 o'clock。不甘之恨，只有木。才200灵魂罢了。四个成员。啊，来一种进去就准备狙击的感觉。可以，发生什么事？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。
我们一个一个木属性，木属性，就用木系吧，木系吧，木系吧。不要问我为什么三娘没有解放，我不会告诉你的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好死呀、啊！好宝，你好。最高可以到720了，我时间贴这样这么卡，太猛了吧！太美了，太美了。嗯，其实应该很多队都可以过吧，因为这个关卡不算难的，很简单的。快吧，这关关了。听说是要无数人吧？太紧张了。
主角有一种猪味。送他回老家。不难吧？好了，收工了，收工了，再见，再见。包满了，最讨厌的事情发生了。来，下一个成就是四个或以下成员。四个或以下的话。四个成对，基偶对，四个成对。一二三四，应该不多人用吧？没有了挂机油的吗？没关系，没有逍遥。这成就四个成员，火队 ，OK。这个火火龙火队。我感觉要死了，我的感觉了。
整天这样多了一组，卡点秒了，第三关。感觉我不再打第一集了。看手残的，不是来看手残。
线龙科没有人会学。哎，又自己了。没喂饱，没吃够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天价有点不合逻辑。洗衣机啊，洗衣机啊，没错，对，没错。合体。这样很神奇了。这样就算四个成员了。要把毒枭玩掉的话，这一关比较容易转，因为要转七孔。我在干什么？醒醒吧，醒醒吧！真是怎么回事？
然后就你的声音有保养过，什么意思？差点心脏病。做手机的没有什么不会的。就这么喜欢天降吗？奇怪耶。想转啊，这样。玩官，三人内向是很好，没有木珠。很好，没有暗珠。他们都到齐了，也没交流吧。哎，完美不足。第一条血带走。
隐藏层就是三个人类，结果这队就直接破两个成就，结果拿了一个200个灵魂是怎样啊？不怕死，有石头当然是不怕死啊。还有要看什么队伍吗？火队对不对？火队的话，火队想看什么？火队的话。对，只有火神，但是火法比人嘛，对不对？带那个轮回送的龙客。这个轮回第二成就，不错用。58000生命力，三个神系一减一，然后攻击力50。我芭比。多小队火风神，我理论都没有剩下几个人了。城府队，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。存积单，隐藏程度是三个人类，我很久没有做到底人类的吃饭。结果我这个没用到吗？没有存不到。啊！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我朋友在。变魔术，好，注意啊，这里非常非常重要，千万千万千万不可以转错，马上要走，要转去。哎，嗅到了GG的味道了。看一下，安全起见。Thank you.
变水哥了。先将水出去，我没有跳到光柱。这样应该 OK 了吧？啊，没有水柱哎。就不要这样做啊。卡住啊！一种课种卡住这样。把火化掉，这样子安全。画笔轮有一种八位，哎，听起来好像怪怪的。
好，结束啦。看一下，还好。哦，死的。有什么特别的？没有城府哎，有人出手城府吗？中暑，中暑，城府在哪里？尘土是越往西越往西越往里啊，走。
该要重分了。谢谢你啦。非常的好。第一关，一颗火珠，很好。
进入关关。啊，我应该等他四倍的时候才喊主角的。应该要在征服四倍的时候才开头，开头四次。
It's 11 o'clock. 回血。完全没有剧本，就这样子随便来了。升天降四五天的。这是什么呀？我只要把木制围墙掉了。
这种课会很简单，因为不是上课属性。也会在这种办法死掉。
怎么会要同级第一啊？我再试这个一次吧。这两个神经病的习惯就搞对了。神奇的天降。差一点点，为什么我变到在第三关死掉？我四岁算也没有体力了。这是什么？新技能比赛。是。再试一次吧，不是。
又 GG 了。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不确定等下会不会有上传字幕版的，因为这个礼拜要考试了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时间不做了，所以应该没有看吧。我觉得应该我不会再上传字幕版的今天。对不对？好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今天就是这样，再见，拜拜。晚安了，早点睡，要背书了。